大家好啊，今天我到日本这个箱根哦，这个哈库内啊，来这边泡个温泉哦。对我们练这个健美来讲哦，练完身体泡温泉是很好的放松方式，对身体相当好啊。希望大家有空想来日本玩的时候，记得从东京哦，不要坐这个火车哈、哦，这样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这里，哦，是很方便的地方哈、哦。OK， 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到这个中目黑哈、哦，要来赏这个樱花哈、哦。但是去年说的樱花开的时候是今天的18号，然后本来也公告说今天开始有樱花，但是我来了以后发现还没有开，听说在两个礼拜才有，哦，就是各位如果要赏樱哈、哦，到东京来赏樱的话，不用到新宿，不用到皇宫哈、哦。最好的地方，日本本地人、东京在地人来的话，就是在这个中目黑，哦，那个梅古罗，中目黑的一条排水沟，大的排水沟，哦，这条排水沟上面两旁的樱花，哦，这里最好。然后旁边有很多咖啡厅，各位可以来这边，旁边有咖啡厅，哈、哦。那如果你们到东京的话，最方便、人最少、最好看的地方应该是这里。但是我今年来比较少。好、哦，谢谢各位，各位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再见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到这个静冈哈，西之奥卡，这个赵金港哈、哦，就是努马子，就是赵金港的港口，这里哈、哦、的海鲜哦很有名。那这个赵金港哦，就从那边进来，从这边进来，哦，这边就是太平洋，这边进来，然后往这边进来哦，然后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富士山哦，这边可以看到富士山，哦，那各位可以从这个赵金港的这个火车站的前面可以坐巴士哦，12号或者是45号可以到这个地方叫做。赵金港食堂街哦，赵金港食堂街，这里有很多的那个吃海鲜的地方哈，价钱相当公道哈，相当很好，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就有名的叫做赵金港的这个汉堡，哦，赵金港的汉堡，各位可以去尝试看看哈，这个从这个东京过来，你可以坐这个三日舰坐到这个。阿达米啊，坐到这热海，然后再转这个普通的火车，坐3站就可以到赵金港来。哦，这边是一个吃海鲜很好的地方。各位如果不想在这个赵金港这里吃的话，在赵金港哈、哦、的车站哦 ，Aki 赵金港的罗姆纳兹 Aki 哈、哦、里面的前面的有很多海鲜餐厅，也都是很平价哈、哦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我要去吃海鲜了哈、哦，谢谢各位。大家好啊。今天我到这个赵金港哦，这个深海鱼的这个汉堡哦 ，burger 哈、哦，深海鱼的汉堡，这边是很有名的、哦。这边的，然后这条街哈、哦，这条街整个是吃那个海鲜的，吃海鲜的。然后这边是海洋馆，各位可以看这边是海洋馆哦。希望各位有兴趣到赵金港来的话哈、哦，努马子来的话。可以到这边来吃汉堡，特殊的汉堡，还有吃海鲜哈，还有到海洋馆。好，再见，我要吃汉堡。再见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到这个清景泽哈，卡利伊扎瓦哈，你看下雪下这么多哈，脚踏车很难骑哈，我刚好要回家哈，我就要暂时住在这里要回家，但是每天要骑脚踏车很累哈，所以谢谢各位哈，我现在要赶快回家哈，再见。